铜锣烧的做法。铜锣烧在日本是很受欢迎的小吃甜品，也是日本卡通人物机器猫小叮当的最爱。双引号，低筋面粉240克，炼乳5克，小苏打2克，鸡蛋1个，豆沙馅随意。一、准备好所有的食材。二、鸡蛋加入糖粉、炼乳搅拌均匀。三、加入牛奶搅拌均匀。四、分次筛入泡打粉和低筋面粉并搅拌均匀。五、加入一点点香草精搅拌均匀，没有也可以不加。六、电饼铛加热舀入一勺面糊。七、小火煎至见到小气泡便可翻面。八、然后再翻面继续煎至饼熟。九、豆沙加炼乳搅拌均匀。十、将豆沙平均抹在其中一块，盖上另外一块即可。十一、加入面糊之前，锅子必须烧热，不然会影响上色。十二、当面糊开始出现小气泡时，千万别心急翻面，必须等全部小泡泡都撑破料才翻面。13成品图个性胜过姿色的作品使用的厨具，不粘锅。